哇，开花了。开花都没有水了。哎呦，花是很漂亮的。太阳花嘛，只要太阳不要水的。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我们前两期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那个装楼梯，是我们先装扶手，然后再装那个踏步地板的嘛。然后有很多好朋友就说，诶，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先装这个地板踏步的再装那个楼梯扶手的。来，咱们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装已经装好了那个楼梯扶手，现在是怎么样去装那个踏步的，走吧。我的心在等待，看，哎呦喂，这一边都成这样了喽，还讲这种话，不要说这一边了。我这牌子鞋子好，好不好？鲨鱼牌。走，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先装这个扶手，再装这个地板。大家可以把它看一下，下面是有这个焊的，看到没有？如果说你先装了地板之后，你这个就做起来的话就不好做了，而且也不美观。我们一路可以看上去，所以呢，咱们先做这个扶手是正确的。但我说了不算，等一下我们上去的时候去问一下装踏步这个师傅，为什么咱们要先装扶手再装这个，好吧。好多的你都不知道。装到哪里了？可以拆没有？可以的。听见了。拆中间。那我是本地。那违禁吗？违禁吗？先装瓷砖才装，要先装结构才装瓷砖。它的原理高了久一他一直没有装这个踏步，就是为了等把这个装上去之后再装这个瓷砖，然后给王老几个人做一个花边，完美。来，是吧？有没有感觉亮堂堂？嗯。然后把这个边如果再劈一下，大家知道一镶上去，跟你讲那叫一个亮堂。对。问一下他大概做这个踏步要多久？早几个踏步大概要给我走了吧？结果踏步三层亮天滑不哎呀刚刚好高度要一样，它每一块的高度要两个一模一样，对，先打一个平下来，然后再上水泥浆。对呀、啊，不然等下的话，你不知道上多少浆。上一块也不容易哦。嗯。要锯啊，要割。他从早上开始做这里的。他晚上加班厉害，所以我说送一个灯给他。很辛苦。大家先做完。大家先做完这里，然后才能再做这里的，然后一直贴下去。是啊，那整体效果好啊。以前我把装我工作室都吃砖了，很吃砖，拿我鼻子来吃砖。你刚才说什么？你是我以前跟我老爸装工作室的这个大瓷砖的时候，那个7块钱买回来一块那个，然后他搞浆，我不是这些腿吗？老是不平嘛，我就拿那个铁锤。
砰砰一下，砰啷一下。聪明，哎呀，聪明。不像我们了，搞那么准，你看，哎，搞那么准，用那个瓶水一来。我爸说的，哎呀，肉眼看过去不歪就得了。过气，分毫不差。哎呀，刚刚好。我跟你讲，这一块是上面这一块，最后一块了，就点。你看看这个一块装一块瓷砖有多不容易。如果没有一点耐心，就刚才说的，像我们这种人干这种活，可能一二三他就碎了。不是，峰哥，我以为也像你昨天说的，这楼梯不是整体的吗？楼梯不是，楼梯不是。老妹呀，哎，你有把工资来不？今天我帮你找点事做。什么？阿乖不？阿乖是断乖的。这边那些阿乖一直用乖。断乖的，一米阿乖的。我给你帮你下单，买了一个新甜品，买了一个新单。在这儿。嗯。你看，我给你买一个。卖个新的甜品，今天下的单，卖个单，等我甜品一到，我帮你找。啊，师傅晚上做工黑啊、哦？不是，因为那个灯拿起来方便顺手做工的时候，而且比较耐用持久。方便找工啊。嗯。他那个太黑了。这么凉的，地上那么凉。兄弟们。对啊。他们晚上都还加班。我晚上拿上来给他们看了一下，都可以啊。我就昨天说咱们讲了说过的话，一定要算话。嗯啊，嗯，很适合他们。就算以后他们在别的地方做事，帮人家也能做好，是吧？这两天我们做这个灯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看我是怎么做的。现在师傅已经把这一条整体做好了，他说一做完就可以上去踩。他说我做的你要放心，算了，我还是不踩吧，让他自己踩吧。好了，我们的这个楼梯呢也给大家分享了，现在师傅呢也在上面装了，咱们也就不多打扰了。哎呦，然后那个其实做整个楼梯的话，不管是建方是每一步都不容易，你看刚才我们一路跟大家分享下来，师傅装的这个瓷砖的话也是特别辛苦，每一毫、都裁剪下来再上砖，这个每一个其实看起来是蛮简单，但是做起来要非常的细心的内容。但是师傅也特别给力，也特别辛苦。所以就是讲，咱们在农村自建房的话，每一步我们很多东西其实一开始也是不懂的。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其实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那咱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本身不知道的。人家讲的一种米养百种饭，一个百香果你能吃出百种味道出来。所以说我非常感谢在这个西瓜视频今日头条能够让我们在网络上面分享更多我们没有见到过的东西。就我也有看别人的视频，我也有看到别人装房子，别人是怎么装的，但我不去发表自己不懂的言论，我会去学习别人的东西。当然我们在自己建了这个房子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啊，其实很多东西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它有很多种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跟大家分享出来，让大家也能看到，也能了解，也能知道。至少自己以后出去的时候，别人问你的时候，你会说，哎，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咱们也知道，传递知识，传递更多有趣的东西，传递更多正确的一些正能量的视频，我们跟大家分享。那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峰峰，我下期再见，拜拜。